今天要来教大家几个步骤，快速搭设充气帐。内容物有收纳袋、帐篷、打气筒、营钉收纳袋、海营钉。第一步，先将帐篷本体摊平。接下来要开始将帐篷充气。帐篷前后各有一个充气孔，充气孔皆位于帐篷同一侧。使用打气筒将帐篷充气。将帐篷的 TPU 充气管充饱气。充饱前后充气管，帐篷即可稳固支撑。移动帐篷时，避免尖锐或粗糙物破坏帐篷。一次定位后，在帐篷四个角下定固定。最后将两侧雪裙固定，就完成搭帐了。四面皆有防蚊网不透气窗。五到六人都塞得下的宽敞空间，可放下四座 XL 尺寸的床垫。帐篷内部还有织物网袋设计，前后门皆有电线孔可导入电线，还可以搭起前庭，打造属于自己的露营空间。